是今日晚李兰迪先生中新闻口报道，比晒图并配文称：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大一新生李兰迪，请多多关照。还加上了中戏的定位，看得出小姐姐很期待大学生活了。照片中，李兰迪穿着白色上衣、牛仔裤，打着透明雨伞，十分清纯可人。有粉丝发美照并评论安排，李兰迪也俏皮回复，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还有粉丝评论说：这位新同学军训了解一下。请问这位小粉丝，你是魔鬼吗？哈哈，可别吓到我们小姐姐呀！芒格拉新闻，期待大学生李兰迪带来更多好作品报道。